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。这一期啊，咱们来玩一下扛着保险箱的银行劫匪啊，我们来打一场团战啊，也就是和其他不同的兵种来测试对抗一下。目前我们准备的是50名，然后对方第一轮也是60名的士兵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哎呦，好多钱呐！这就是被钱砸死的感觉呀。第二轮又砸了过来。第三轮啊，咱们这个方阵很多的，我是刻意的把他们隔得远一些，不然砸到自己啊，很容易就砸到自己啊。你看后面的基本上都没砸到对方的士兵啊，都是砸到前面的保险箱上。肉搏就不行了，对方有武器的。来，第二局我们用七名牛头人来冲刺一下啊，无关胜负啊，主要是好玩。好，就这个角度，哎呦，钻到他们的中心地带，哦，这钱砸的更多，爽不爽？被钱砸的滋味爽不爽？还有几只牛头人，还有两只，我们后面还有，继续砸。嘿嘿嘿，砸挂了啊，没有挺到最后一轮。再来是一排宙斯啊，这肯定是冲不过来了啊，被电到以后直接是脱手了，保险箱都脱手了。哇，满屏幕的都是钞票，非常快就解决了战斗。咱们接着折腾啊，后面还有很多小伙伴在排队啊。这一局是三辆弩车，后面是一排拉拉队，来看效果。哇，速度非常快，我现在慢动作都跟不上。哎，这个箱子全部打在箱子上了，没有击中他们这人啊，冲过来了。哦呦呦呦呦呦，挡得住吗？哎，冲过来以后他们反而是把自己的阵型给打散掉了，你看这弩车全打在箱子上了，没有了箱子他们可能才能射中人啊。对，还有一辆弩车，现在是人气角色烟花弓箭手登场啊，烟花弓箭手登场必定好玩，来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哦，两排就发射出来了，飞起来吧，保险箱！哦呦，飞在空中撒钱呢！哎哎，箱子不要了，他们兜不住了啊，兜不住了！箱子飞上去就兜不住了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箱子在打转转。烟花弓箭手啊，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这还有小人躲在底下吗？他们不停的在射击我，你看这个密集的烟花，哦，躲在下面也不行啊。再来，我们用寒冰弓箭手把他们全部冻成冰雕，我们现在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啊，应该快了，已经上冻了，上冻了，但是还没有变成冰雕，来看一下，哎，还能继续的抛。哎，保险箱的门没有打开，证明已经是变成冰雕了，门都打不开了，冻的。这保险箱变成了冰箱啊，大冰棍儿，又是躲在了下方，哦，后方是这个还没有挂掉。这次我们用乌洛尔上场啊，东神的效果比寒冰弓箭手来得更快一些。走，我们这兵斧可就厉害了哦！哇呀，后面直接是被击飞了，我前方的人都没了，全马上啊，一瞬间就被冻成了冰雕，然后后方直接是被击飞。哇，你看这个钞票撒的到处都是啊！同样的人气角色维京斧战士，当然也要登场来玩一下了啊！预备，起跳！走，嘿，全部扒在这个保险箱上面，哎呦，
哇、哦、给你们撒钱了耶。二次起跳啊，刚刚有一些二次起跳跳到了后面啊，反正是非常的混乱啊，越混乱越好玩。再跳，我再跳，头撞在了这个保险箱的脚上啊，刚刚这个，哎，就这家伙是不是现在感觉有些晕乎乎的？还有跳的吗？不跳了，不跳了啊，箱子太多了，砸得头疼啊，戴头盔也没用。哎，又一个，这个胸口撞上来了啊，你们都是憨憨呀。这一局就好玩了啊，两个同属性的兵种开始对决，哎，你丢保险箱，我丢战船，哎，咱们是元老啊，我一直在这边丢战船了，丢了很多个版本了，是不是？来吧，把咱们头顶上的东西全部丢出去吧。保险箱先丢了，战船，战船，哎呦，战船慢了一步啊，反应稍微慢了一步，没有他们攻击频率快。后面的战船也受到了波及，看来只能等这个短兵相接了啊，用肉搏战了。肉搏战的话，维京战士占便宜啊，他们有武器啊。这个战船在这不动了，他也不丢，丢一下呀，你看人家丢保险箱的多敬业，一层一层的往前丢啊，你这战船剩了一艘你就不丢了是吧？好歹你也是元老啊，展示一下。他就不丢啊，他就凭他的这其他的队友把他们活活敲死。咱们接着用气球弓箭手，看一下箱子能不能飞起来。箱子好像太重了啊，飞不了。也不是啊，主要是他们的人全部飞上去了啊。这个目的很明确啊，把钞票留下啊，你们可以上天了。哎，东西都留下，哎，也别砸我了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开，好走啊，不送。哎，刚刚有一个箱子飞起来了，有一个箱子飞起来了，又到了清理战场的时候了啊。哎，还非常快啊，非常快的清理结束了。现在我们用一些骑兵来冲杀啊，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冲进去啊。哎呦，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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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儿都被砸挂掉了，不行，路被堵上了，骑兵只要一被堵上就动不了了。哎，但是这个保险箱啊，他们也没有砸中后续的骑兵，这样的话剩下肉搏战啊，我们这边又要挂了啊，劫匪又要挂了，这是把自己砸死了吗？这一次我们用鱼枪兵来把他们勾过来，全部勾在箱子上了，你们的目的也挺明确的嘛啊！我要钞票啊，你们别丢了啊，我自己拿。后面也是别丢，哎，我这钩子长度够，哎，咱够。这一边是劫匪啊，一边是海盗。我这箱子是硬生生的被扯了过来，哎，还被砸了一下，还有，居然还有幸存的一个箱子，被对方发现了，勾过去了，用你们的小拳拳捶他们呀，小拳拳呢？不行了啊！现在他们开始清理战场，这在扯啥？哦，箱子要到地里面，想把它拔出来是吧？太执着了吧！好，现在我们用三排咆哮者来看一下我们的狮吼弓，双方的射程应该是差不多的，慢慢接近中。准备啊，保险箱先投出来了，哎，我们这边也吹出了仙气，呜呼呼呼呼，直接把他们吹到了后排。哎呀，我们这边损失也不小呀。对方也开始胡乱的丢了，哎，躲在这儿，躲在这儿，等他们过来，咱们再去吹仙气。隔着保险箱啊，一口气就把他们吹飞了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对，来来，再来，咱们再吹。哎哎，你无法靠近我。
剩下就是将他们推入悬崖了。哎，为什么被对方围在一起了？认真点好不好，你们人数少呀，这肉搏还打不过别人，肉搏还打不过这个劫匪，比劫匪群殴致死。哎呦，现在我们给数巨人一个特别的优待啊，数巨人的正前方啊，还有他的后方各有50个保险箱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全部砸过来，给他送点钞票花花，对不对？这么多钞票，够不够？爽不爽？哎呦，被挤的，哎，没用，哎，你大西兰花敲敲的都是保险箱，你敲不到我们人儿，开不开心儿？啊，这段时间辛苦了啊。不是被围杀就是被火烤啊，各种的处刑啊，这次送点钞票给你养养啊，养养精神，咱们后期再玩其他的啊。我已经堆成一座山了呀，动不了了，数据人被卡在这个保险箱里面动不了了，他的这个腿啊，你看全部被卡在这个保险箱的乱堆中了啊。我们人自己也砸死了不少呀，现在双方都无法行动，要等这个保险箱全部刷新掉啊。哦，又来丢了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砸了一下，好害怕，数据人看来好愤怒啊。不要啊，不要你这凑钱，又玩我。哎呦，一个愤怒的一击啊，这人给砸到哪里去了。那么最后我们就用一排加特林机枪来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节目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